今天做个开箱视频，德国卢卡斯固彩24色学院级水彩。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品牌，24色固彩150元左右。产地英国，原装进口品牌，在进口品牌里价格非常有优势。我们先来涂个色卡，用的是宝红300克细纹水彩纸。颜色很细腻，色彩饱和度高，颜色鲜艳。24色里包含透明、半透明、半不透明、不透明几种特性的混装。颜色色粉成分高，研磨细腻，很好推开。接下来我们从明度、滴水、扩散来做一下测评。24色整体配色比较实用，可以满足大部分类型的绘画。我们来看一下颜料滴水的效果，也方便我们之后做一下特殊的画面效果。接下来看一下颜料的扩散效果。扩散上表现很优异，在这个价位的颜料里很难得，这是比较惊喜的。最后挑几个常用的绿色，性价比这么高的颜料，你是不是也被种草了呢？